大家好，我是韩国语讲师丁贤美，在网上碰到你们，我很高兴啊。我们的课是韩文的基础篇，总共有12课，大家好好学习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下韩文的基础发音。好，那。 应该你们都不能念吧？我没有说明过的。每个语言都需要辅音跟元音，那这是韩文的辅音，辅音，还有这是韩文的元音，那你们知道韩文有几个元音吗？韩文有21个元音，那辅音呢？十几个。 辅音，我们慢慢学习一下。好，这里是哪里呀？医院。医生看牙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做呢？张开嘴吧。对，好，张开嘴的发音，韩文也有，中文也有的。好，对，这个是啊啊啊，张开嘴的样子，中文也有这个发音。 知道吗？中文也有这个发音嘛？对，这个发音很像。啊啊，好，这个笔画怎么写呢？一二，简单吧？一二啊啊啊，可以了吗？好，那这个呢？怎么念呢？ 这个也是啊啊啊，不过为什么有圈圈的这一部分呢？韩文呢，为了成为一个字，需要一个辅音，还有一个元音。不过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啊吗？啊呢，没有辅音，所以要加上一个辅音的。 这个呢不发，好，念一下啊啊，这个能明白吗？中文也有这样的例句，比如说嘛，一二三四的一，一嘛汉字的一，这个怎么拼写呢？大家应该这个发音本来是一嘛，不过这么写吗？拼音没有这么写嘛？怎么写呢？对，y。 i 来写嘛，韩文也是一样的，虽然有 r 的发音，不过呢，要写一下 r 就这样写，同样的道理的，简单吧。好，继续看一下，张开嘴，啊啊。 可以了，好，这个呢，这是什么呢？牙齿嘛，牙齿，一，一，一，好，看一下，一，一，一，这个也有中文的发音，那个一，刚才我们学。 一二三四的一嘛，一，那个一的发音一样的 ，OK，一，一，一，可以了吗？这个也需要一个圈圈的部分，只有一个元音嘛，所以还需要圈圈的辅音，一起念一下，一，一，一，可以了吗？ 看看，口型，一，一，一，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，好，他的嘴唇怎么样？嘴唇这样凸出来吗？呜呜，对，嘴唇凸出来的话就可以。好，那嘴唇凸出来了没有？自己不知道吗？那用一下镜子，OK，好。
自己照镜子看看，嗯，嘴唇凸出来的没有？这样的话，你们可以发出正确的发音。嗯，OK，好，那念一下，呜呜呜呜，OK，呜呜呜，可以了吗？啊，那时候这个笔画呢？ 一二，就这样写就可以了，简单吧？好，看看，这个只有一个元音，没有辅音嘛，所以也得加上一下圈圈的元音，圈圈的辅音。好，念一下，呜呜呜呜呜，可以了吗？ 那我们复习一下，这个刚才怎么念的？对，啊啊啊，张开嘴，这个呢，一一一，这个呢，呜呜呜，再一起念一下，啊一呜。 啊，一，呜，简单吗？OK，啊，一，呜的时候，口型怎么样？都变吗？对，这三个虽然这三个元音口型都变，不过舌头的位置呢？舌头的位置怎么样？啊，都不变啊，舌头放在哪里？舌头放在。 靠后，靠后就可以了。舌头靠后，如果这是舌头的话，靠后。啊，一，呜，可以了吗？嗯。好，那继续我们学习一下。这个呢，怎么念呢？哦，哦，哦，OK， 如果是笔画呢？笔画呢？一，二。 就这样写就可以了，哦哦哦，那刚才学的啊跟哦怎么区别呢？哦也是一样，刚才这个的时候就有一个元音吗？所以还得加上一个圈圈的部分。嗯，OK，哦哦哦，那中国学生来说这个。 啊跟呃的发音发不出来的学生挺多的，好，刚才这个啊啊，这个呢，哦哦哦，怎么区别呢？啊哦，感觉出来吗？嗯，好，看看啊啊啊的时候，这里的肌肉嘛，啊，这里的肌肉会紧张的啊。 啊，看看你们摸一下，啊啊，肌肉会紧张，不过哦的发音的时候，哦哦吗？哦，肌肉放松，放松一下就可以了，不会紧张。哦哦哦，还有呢，下巴呢，下巴啊哦往下一点，啊哦往下一点就可以了，啊哦啊哦，感觉出来吗？ 嗯，所以是哦的时候，肌肉不会紧张，放松就可以了。嗯，再练习一下，啊，哦，啊，哦，可以了吗？好，这个呢怎么念呢？中文里头没有这个音，。 那这个音呢？怎么发呢？一，刚才我们学的一嘛，一，想起来吗？那一，对，那时候一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先发一下一，对，一，然后呢，舌头，你们的舌头嘛，靠后，靠后，一。
呃，一，呃，可以了吗？就是一，一，然后呃的时候，呃，呃，明白意思了吗？ OK. 好，那再看一下。好，这个"呃"的时候，刚才没有那个辅音吗？所以加上圈圈的"呃"，"呃"，舌头靠后，"呃"，可以了。好，对，一，一，然后呢，"呃"，"呃"，看看。 老师的口型怎么样？一，呃，都不变，不过舌头的位置不变了。一，一，舌头靠前。好，呃呢，呃，舌头位置靠后。呃，可以了。一，然后呢？一，呃，一，呃，可以吗？ OK， 好。 这个呢？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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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老师的口型，哦，哦，嘴唇圆拢，嗯，嘴唇要圆拢，哦，哦，嗯，这个也是要加上圈圈的部分。好，哦，哦，哦，可以了吗？ 那复习一下刚才这个我们怎么念的？对，呜呜，嘴唇怎么样？要凸出来，呜呜，可以了。还有呢，这个呢，呜，嘴唇要圆拢，还有这里部分呢要放松，呜呜。刚才哦的时候，这也是放松嘛，哦哦，不过哦的时候。 呜呢，嘴唇要圆拢，呜呜，可以了吗？OK，一起练习，练习一下，呜呜呜呜呜呢，呜呜呜，嘴唇要圆拢，不要凸出来，呜呜呜，可以了，再念呜呜，可以吗？嗯。 啊，但我们复习一下，怎么念的？啊啊啊！一，一，一，呜呜，这个呜，对，这三个舌，你们的舌头放在哪里呢？嗯，把舌头放在啊一呜靠前。 OK， 靠前的话就可以了。好，啊，一，呜。那下面看一下，哦，哦，哦，呜，呜，呜。哦，那时候你们的舌头放在哪儿？ 对，把舌头放在靠后，靠后的话就可以了。哦，呃，呜，OK 了吗？嗯。那我们学习一下单词。嗯，怎么念的？对，一，一，一。那一的意思呢？一二三，是的，一二。 二的意思，一，一，一，这个呢？哦，哦，嘴唇圆拢，呜呜呜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好，五的意思，中文的一二三四五的五，OK，好，呜呜呜，可以了吗？ 那这两个字一起念一下，呜一呜一，快速念一下，喂
오이, 오이, 对，오이的意思是黄瓜的意思。오이, 오이. 这个呢？啊啊，一，一，好，一起念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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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意思呢？对，孩子的意思啊，阿姨，阿姨，可以吗？刚才我们学习了元音嘛，那我们学习一下辅音，这个呢，跟我念一下，그그그 好，写的时候呢，要笔画看一下，그그그그的发音嘛，그的发音，英文来写的话，跟这个，或者呢，跟这个差不多，그그그 好，这个呢？네, 네, OK，好，写法，好，笔画呢？네, 네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发，这个有鼻音的鼻音，看看你们摸一下你们的鼻子。好，你呢？英文发音的话，你这个一样，你，然后呢？这个呢？好。T，OK，T 呢？一二啊，这么写。T，英文发音的话，T 差不多。T，可以了吗？这个呢？好，念一下。绿绿绿。好，绿呢怎么写？一二三，可以了吗？一二三，然后这个英文发音的 l 差不多的，绿绿绿，舌尖放在哪里呢？舌尖放在上牙上，OK，那这个呢怎么发音呢？OK，这样发的。好，么呢？么，哦，用嘴唇做的发音。么，先怎么做？OK，先闭嘴，么，然后发出声音。么，不，这是鼻音，鼻音，看看，可以了吗？么呢？怎么写呢？一二三，然后呢？英文发音呢？跟这个差不多，这个呢，对，OK，这个也是嘴唇做的发音，那时候这个也是么差不多，不过呢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么的时候也是先闭嘴嘛，这个也是先闭嘴，不过这个没有鼻音，没有鼻音。然后呢，没这个先闭嘴，然后发出气流，气流向外，可以了吗？好，这个写法呢，一二三四，就这样。噗的英文发音呢，跟这个差不多可以了吗？好，接着看一下这个呢，嘶的时候，嘶，这个中文的嘶嘶嘶，中文也有嘶。吃吃嘛，那时候这个"吃"的发音差不多，
就是用母擦力做的发音。好，嘶嘶嘶，OK。好，嘶呢怎么写呢？一二，嘶嘶嘶，可以吗？嗯。好，接着这个呢？嗯，这个有不发音，不发音，想起来了吗？ 只有一个元音的时候要写一下这个辅音。OK， 好，这个呢，滋滋滋，这个也是用母擦力做的发音。这个刚才滋滋滋嘛，中文的滋滋滋的时候，跟这个差不多，滋。 滋滋滋，可以了吗？啊，滋的时候，好看看，嗯，一二三，可以。还有呢，有的人呢，一二就是这么写，老师呢，平常这么写的，滋滋滋，可以了吗？好，这个呢，哦，呵。 呵，呵，呵，嗯嗯，好，呵的发音呢，中文的呵这个发音一样的，嗯，哦，呵呵，中文也有这个发音吗？嗯，好，这个写法呢，看看，一二三，嗯，可以，还有呢，看看，一，有的人呢，一二三，嗯，两个都行，都一样的字。 刚才我们学了是什么呢？对，辅音。嗯，好，好，复习一下，k，k，k，对。好，这是发音器官的侧面图，k，k，k，就这样，k，k，k。好。 这个呢，你，看看啊，你，舌尖吗？你的时候，舌尖放在哪里呢？舌尖放在上牙上的。嗯，你，OK， 的时候呢，提。 也是差不多，OK， 好，你听，还有，好，这个怎么念的？么么，噗噗噗，都是用嘴唇做的发音。好，这里嘴唇，么么，噗噗，么是什么呢？鼻音，鼻音么，那。 噗的时候呢，气流向外，噗噗噗，可以了。嗯，好，这个呢，嘶嘶嘶，嘶嘶嘶，这个两个发音都是用母擦力做的发音。好，嘶就是你们的舌尖在哪里呢？嘶嘶嘶，嘶嘶嘶。 OK， 好，牙齿上嘛 ，OK， 好，嘶嘶嘶，好，这个呢，啊，呃，还有呢，呵，呵，呵，啊，呵的时候，呃，呵，呵，气流向外，呵。 好，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呢？对，好，辅音跟元音这个字，现在你们能应该念出来吧？怎么念呢？对，擦擦，哦，可以了，都能念出来了。擦擦，擦擦，擦擦是什么意思呢？湿子的意思。嗯，看看。
这个呢，可，加上这个音，对，啊，啊，可，可，卡，卡，卡 ，OK， 好，这个有的人呢写的时候这样写，不过呢。 不要这么写，就是卡的时候，卡，就这样，好，卡，卡，卡，可以了吗？这个呢，你，你，你，啊，啊，你啊，那。 那，那，那，可以了，能念出来吗？那，那，那，这个呢？t t t，这个，哦哦哦，一起念吧，t，哦，t，t，OK，可以了。 这个呢？对，噜噜噜，哦哦哦，噜噜，OK，一起读吧，噜噜噜，可以了吗？这个呢？么么么。 能念出来吗？这是噗噗噗呜呜呜噗噗噗，可以吗？这个呢？嘶嘶嘶。 一起念一下，擦擦擦擦，OK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念念看看啊，有什么单词？好，卡卡数数，一起念卡数卡数卡数，什么意思呢？ 歌手的意思，歌手，卡数，卡数。这个呢，拿，拿，笔，笔，拿笔，拿笔，OK， 蝴蝶的意思，拿笔，拿笔。他，他。 里，里，一起读，塔里，塔里，塔里，OK， 桥，塔里，塔里，这个呢，帕，帕，塔，塔，帕达，帕达，帕达，海的意思，帕达，帕达。
바다. 再念一下，怎么念 ？OK， 사，刚才一直出现吧？사자，什么意思呢？狮子的意思，사자，사자。听到？고，고，기，기，고기，고기。啊，一般中国学生都喜欢的，고기。 好，是什么呢？肉。嗯，OK，枯木。枯，枯，土，土，OK，一起读，枯木，枯木，枯木，是什么呢？皮鞋的意思。枯木，枯木。那，那，木。 木，나무，나무，나무，什么意思呢？树的意思。OK， 나무，나무。土，土，路，路，土路，土路，土路。哦，这是从汉字中来的，单词，道路的意思。土路，土路。 接着，擦，擦，故，故，这个也是汉字，好，擦故，擦故，什么意思呢？事故。OK， 交通事故的事故，擦故，擦故。pass，pass，是，是，pass，pass，这个呢，从英语出来的单词，好。 公交车 ，bus。 继续，伊伊萨萨伊萨伊萨啊，伊萨呢？搬家这个意思，伊萨伊萨。铺铺，查查铺咋铺咋啊？富人有钱人这个意思。 铺咋，铺咋，哈，哈，马，马，哈马，哈马，哈马是河马的意思，哈马，哈马，嗯，好，继续念一下单词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念三个单词的，啊，念一下帕，那。 나 오케이 이치두 바나나 바나나 찰출라이마 什么意思 오케이 香蕉的意思 好 바나나 바나나 바구니 오케이 好 바구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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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意思呢 篮子的意思，好，帕古尼，帕古尼，OK，接着，拉，拉，提，提，舞，舞，一起读，拉迪舞，拉迪舞，猜出来吗？哦 ，radio， OK， 收音机，嗯，拉迪舞，拉迪舞。 好，今天学习的内容怎么样啊？OK， 今天我们学习了简单的韩文辅音跟元音，大家好好复习一下。今天讲到这，都辛苦了，再见。